爆料自己最厉害的事情，因为这个料呢是属于我和女生之间的一些。那么坏？我有一个很讨厌的女生，在我们这个圈子。哇！要破他吧？对啊。对。别闹了，兄弟！Merry Christmas！ 各位看到我们今天时候非常多圣诞女孩，我们今天交换礼物。但是我们交换礼物前呢，我们必须要给大家一个考验，我们要爆料自己最厉害的事情。哦，今天就是来趁这个圣诞节揭发一下，一楼我会期待你的料。好，我相信大家应该很多都期待你的料。由于第一个是没有签的，所以我们直接用自愿自己。有没有谁的料觉得还不错？想先开始。现在现场这个看到这么多礼物，先选就先有那个机会，我觉得雪宝一点，因为我知道他的礼物很厉害，他不能抽自己的礼物嘛，要先让人家抽掉。雪宝，点啊，随便点。好，我们酸酸先好了。抽礼物之前，我们先来爆一段你自己最厉害的料。我呢，我是处女。哇！哎、欸，第一个就好像有点猛、欸。星座吗？不是。哇！我也是处女座，我是处女座。好，我们现在第一棒酸酸抽到了五号签。这个五号是谁的？认领一下。哎、欸，五号是我的、欸。一总，你准备是什么？因为我考虑到有男有女，所以其实男女都适用。那我觉得你应该会用得到，你应该不会撕了整个掉下去吧？我送酸酸的这个就是这个 Tom and Jerry 的那个，这叫什么香氛啊？香氛是吗？就是插一根一根的那个。哎、欸，很赞哎！你平时会用香氛吗？会，放在家里。哪个品牌的？完了！好，立冬，那你今天准备的料是？我今天准备的这个料，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，因为这个料呢是属于我和女生之间的一些。这么坏？其实我非常喜欢看女生绑头发，绑马尾嘛。对，我喜欢看女生绑马尾。为什么？我觉得这是在某个夜黑风高，不是夜黑风高，某个体育课啊，我看到一个学校还不错的校花，那个时候她穿着运动服，然后拿着这个黑色的发圈叼着 ，Oh my god， 叼着，对，叼着，我就快受不了了 ，Oh my god， 上火上火，来杯，给我一杯，上火上火。这是几号？九号，九号吗？谁在偷笑？是你哦、喔，完了，妹妹啊。其实我刚在抽到这颗蛋的时候，你就开始笑。那我摸起来，包装也不是包得很好，还那么软。你老实说。不是，我怕你穿不下。所以是比基尼吗？你穿得下吗？可穿式毛毯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很温馨。但应该是穿不下，因为全长105公分，我有173公分，我觉得光身体可能就超过了。你这是在买什么东西？是比较多啊，是我想说。你看陈宇他多高，他瘦到怎么办？我只好拿来当地毯。好了，谢谢妹妹。这不算烂的了吧？就是等一下烂的，我一定会同你挑。不会有更烂的，放心。哎、欸，你是在说别人准备礼物烂？哎、欸，哦，这个亏，每个人的脸都是我自己的男朋友。哦，哇，是你啊！妹妹，我们是很期待你的，你是我们团队爆料的担当，你知道吗？观众心里都有底了吧？就是我蛮喜欢听男生的娇喘声，娇喘声。哦，那你最喜欢听谁的？我的。恭喜，因为这个礼物只有女生用得到。真的？我很担心男生抽到。这是卖饭的，是不是？不是、啊，是电锅、啊，大红电锅。哦，哇，哎、欸，很赞耶！自己还可以放口红。哎、欸，我刚好需要放口红的哎、欸。刚后方有人想抽那个礼物吗？想啊，很赞。那你们有更赞吗？你们有人比那个更赞？这个心虚是怎么回事？完了，全场心虚。我觉得你的更赞。来，悠悠，该你了。心脏跳很快哎、欸，我呢？他们很震惊看着我。我跟立冬告白过。哇！为什么没有告诉我过？但是我被拒绝了。哇！上火了！你要泼他吧？哎、欸，不是，问题不是这个问
题解释了。我觉得这个那到时候再出一支影片解释，你就先小解释了两句。因为我就不适合交女朋友，做自媒体就太忙了，我哪有时间顾女朋友？对啊，很忙。OK。哦，哎，叫个位置，吵架吵架，不一样，好像点不一样，以后再说嘛。我觉得这个很精彩，你去挑一个吧。你好，我的。哦，悠悠，我觉得你牺牲这么大，这礼物应该是很好的。你都可以问一下吧，现在现场有两个圣诞装，我问残酷的雪莹，你要怎么选？我都要。开三金的吧。送的是水晶扩香夜灯，它里面有精油。哇，写卡片，用心吧，写卡片，好用心啊！先祝你圣诞快乐，这个来自水晶扩香组，希望给你正向力。点灯的时候会想到我。非常感谢三兄弟邀请我来，三个帅哥，啊、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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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像没有这段哎、欸，谢谢。我一个二十几年的好朋友，都去外面住，我一定会带着他。他已经很多年没洗澡了。那是小妹妹吗？对，哇，我也有小贝贝，我觉得我们的小贝贝可以交流。好啊，我们的小贝贝会讲，他是男生，我是女生，可以，可以可以可以结婚，可以贝贝结婚，可以试一下，贝贝姐那准备，我们特写一下悠悠的脸。三号，哇，这感觉很厉害，我最期待他的，因为他今天拖行李箱来。等一下，他很认真诶，他写很多字诶。圣诞节快乐，送你束花和去韩国买的小小伴手礼，希望你会喜欢。这是那个吗？扁可颂，最近很流行。扁可颂。哇！哇！这是男生在送女生的吧？送男朋友。耶！一楼的礼物还没出来啊，所以其实你还是很有机会抽到陈轩的，千万不要怕，陈轩的绝对顶。我这个爆料啊，是一个小时候的往事。那个时候我应该国小忘记几年级，有读这个安亲班。我记得有一个学长，应该是国二国三生，他有在收集这个内衣裤的癖好啊。我小时候啊，为了要赚点用钱，把我全部的内裤拿去卖他。然后有一天我妈就问我说：“啊，你的内裤怎么都不见了？”啊，然后我跟他说：“啊，游泳课忘记带回来了。”我只觉得我那时候是老大，因为那个时候去 Seven 只有我可以买，加大卖小。啊，恭喜恭喜！有人卖过我？哎、欸，我有被问过哎、欸，在六对，很多啊，女生应该都有。那我也帮立中报一下，他也卖过袜子。啊、不是我报我的料干嘛？啊，我要留到明年圣诞节再报一次。行不好，就是不要陈轩。二号，这是你的宝贝是吗？没错，裸体公仔，平常用得到。就论这个大小，好好看起来诚意十足。哎呀，哦，这是酒精灯吗？这个架子。这啥？糖果罐？哎呦，是水壶哎！哎，这真的很需要，大家都知道吧？我是饮料怪兽，这个会强迫我喝水，你会放饮料进去。对，这个不用多说，谢谢凯。我有，十号。我觉得是比较适合女生啦，因为我也是看女生很多，不过你有女朋友，所以应该还可以。戴在头上的围巾，哎、欸，那适合你。而且它的这边可以当手套穿进去。你是不是不会？从前面我，你是傻。基友可以示范一次这个正确的使用方式吗？欸、因为我就 S 这样。哦，对不对？圣诞快乐。好，各位，现在最紧张刺激的时候到了。听说陈轩的是非常的猛，他本人非常希望女生抽到这个东西。那现在呢？我们还有静静以及一楼。好，我要爆料是，我有一个很讨厌的女生，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面。哇、哦哦！啊，在现场？现在这里吗？哇、哦！因为我知道她就是那种类似，她会跟你说：“哎、欸，我们可以合作吗？”但是转过去又不说，很讨厌你，很不喜欢你的作品什么的。哦、是谁这么坏？谁呀、啊？你可以说吗？行啦。掉了。惨了！一楼会使用到吗？SM 捆绑，整组的眼罩，对，就是眼罩。一楼有机会用到吗？有，大有机会。哇！口罩这是对对哦！哈哈哈哈哈！掉，我
其实有一个小小的愿望，你说可以拿那个鞭子打一下陈俊霖，他就是很喜欢被打屁股，把陈俊霖屁股翘起来，快点！哎、欸，阿冠啊。这不行啊，这个不行。哎、欸，这个我自己就有了、啊。哦，我要打喽。我有。第二个，第二个有。哦，这看起来很高级。啊，这是什么？那个温暖你的腹部的。哦。就是温起来的时候。对。哦，真的、哦。哎、欸，那很实用哎、欸。然后还有这个保温瓶，是不是给你装热水？我喝热水，我喝热水。这样还不错啊。算是一整组的，能弥补你前面很渣的形象。你更喜欢哪一个？你如果只能带一个走的话，哦，带一个走的话、哦，如果我没有这个的话，我就选这个。啊、你的料是 ，R Y 是我的理想型。啊！居然今天没有来啊！所以我才敢讲。跟各位讲一下，其实今天我们还有特别邀请 R Y， 只是说他今天生病了，所以没有来。陈轩是想要借由他这个今天没有来的爆这个料，还是本来就要爆这个料？欸、其实我已经做好准备了，但是他没有来，让我更舒坦。好，这个好了。所以厉害了，这是实用的。哦，实用的吗？對對對，我最喜欢实用的。我们听起来那么敷衍。欸、真的很香，可以吃吗？不行。哦，泡澡球。全部都是吗？对。我觉得很棒哎，可是陈轩现在家里没有。哦，没有浴缸吗？学长，让我看看。泡澡球，哎呦，熊的，这是什么？啊，这个很像是棒棒糖。今天辛苦开，其实是可以吃的、啊。真的假的、啊？真的、啊。吃一口，吃一口，咸咸咸的，真的可以吃啊？不行啊！我操！圣诞快乐！哎、欸，有两个，你要陪他泡吗？可以。静啊，到你了。我觉得你虽然说没有抽，没有体验，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你会喜欢。哦，是你的礼物。是我的啊，难怪那么有自信。那我还要爆料吗？要的，要肯定要，肯定要。我们今天的主轴就是要爆料。其实我喜欢女生。哇！哇真的假的？那你喜欢哪一个？全部都喜欢。我摊一摊，哎，摊一摊，不行，你整。我觉得漂亮的我都喜欢。这个东西啊，我觉得你可以送给你的搭档，我觉得他们很适合穿这个跳舞。哎、欸，对，香蕉吗？啊，对，香蕉，我喜欢，你喜欢？我喜欢，真的假的？刚刚那个是恶搞，那这个就是认真的。可以的呢，哎呦，怎么样？有日本人？哎，给我看一下，这就是一个在镜子，然后呢，它这边可以开灯打光，关起来的时候就骗人家说是 iPad。哦，特别的实用，等到最后是不是好事？对。啊，这个一楼刚刚抽到那个，是不是有点小后悔？会啊，我很喜欢，还是很喜欢，是不是？OK， 好，各位，那我们今天这个圣诞交换礼物计划结束了，好不好？那明天想要看我们找哪个来宾来，下方留言。我觉得我们近期啊是过年，如果大家有考虑这个压岁钱大风暴，好，我们来交换压岁钱。哎呦，哎呦，跟你换最衰。对，记得不要忘订阅和小铃铃，爱就记得帮我们全部追踪下。别闹兄弟，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